第五波疫情令全港学生提早放暑假，梁子佩的仔女因为就读国际学校而不受停课条例影响，可以留家上网课，加上 Christy 在疫情下都尽量减少外出，所以他都多了不少时间陪家人了。所以回到嚟嘅時候，我哋係完全係將所有時間都俾曬佢哋嘅，係啦，即係所以係唔會見到朋友噶啦，淨係得小朋友嘅啫，就係咁樣啦，全副心機都俾曬佢哋噶啦。雖然同三個小朋友一齊喺屋企，但係好多節目喎，又幫你按摩啦，你哋又出去跑步啦，其實係咪安排得好好噶啦？你哋啲節目已經係啊，因為始終佢哋而家冇得翻學啦，咁日日喺屋企 Zoom 咧，其實對住。電腦隻眼睛都不好，所以我都想即令到他們不要成日只是看著電腦看著 iPad， 都想給多些不同的他們玩這樣。黃霆鋒在熱播中的《飛虎三壯志英雄》飾演年輕版的苗僑偉，日前霆鋒 post 出和三哥的合照時，再三強調三哥並不是那麼容易模仿得到的。三哥是沒有人可以扮到的。我發覺自從那次之後呢，因為其實我很喜歡，即是我都很喜歡模仿的，還有呢我都做過不少前輩演員的一些後生版，但三哥真的很難扮，因為他那些眼神啊，那些神情啊，他走出來那一刻你已經扮不到了，所以是沒有可能的。他也都教導了一件事，就是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，所以盡做咯嗰下，因為今次喺飛虎度，其實我哋五個都要扮演唔同嘅前輩嘅一啲後生版啦。咁好深刻嘅，因為我記得有一場咧，真係喺公司嗰度拍啦。咁我哋全部係著曬飛虎嗰個武裝啦。我好記得因為嗰日係好熱嘅，嗰日係講緊30多度啦。我哋著住全日係冇除過嗰件衫咧，就不斷喺度有啲槍戰啊，有啲車戰啊咁樣。咁所以就我好記得，因為我哋就嚟暈咁滯啩，因為好熱，焗得好犀利。咁但係睇翻嗰幕係幾好睇嘅，即係嗰幕就，因為我都好少係有啲槍戰嘅動作戲啊，咁所以嗰次係一個幾好嘅嘗試。